三二一，我们的要求是低级魔兽要诀，怎么能给高级魔兽要诀呢？怎么能给高级魔兽要诀呢？我靠！妖总第一本是死亡是吧？嗯。高级地皮花山啊，其实高级兽诀的结果已经注定了，只有两本兽诀，一本是偷，一本是避啊。咱们这本是偷啊。其实换位思考，不幸中的万幸，高级偷袭普通区3588，高级必杀普通区3488啊。啊，完了啊，这个高级偷袭啊，凉凉啊，嗯，妖总瘫软在床上啊。等一下啊，这个是妖总啊，在没有领千亿之前的头像啊，这个是妖总领完千亿以后的头像，大家发现了吗？头像变成黑白的了啊，流下了委屈的泪水啊，凉拌腰花，爆炒腰花啊。给妖总的千亿吃了一把，什么无路可退啊，抵挡啊，嗯，破釜沉舟啊，太悲壮了，一个得到高偷的千亿真的是太悲壮了。